我们用 VVDR 和这个 CS2、CS3 的那个半智能或者智能款的测试平台来测试一下这个 COS3 和钥匙是不是同步的。首先连接这个 COS 模块，把这个 COS 插头连上去。再把这个适配器也插上去，连接好电源，这是被测试过，说明这个 COS 被钥匙测试过，我们把它给关掉。这个识别钥匙那个感应线圈灯一直在亮，说明这 COS 模块能够感应钥匙信号的。你看这里的，指示灯也是亮起来的。这个是那个启停键的那个上面那个灯，这个是启停键。我们来识别一下这个钥匙。说明这个钥匙和它是同步的。我们测试一下这个 COS 的启停功能，按一下。3秒钟左右，这里的灯就会灭掉。按一下，它就点亮。